接下来请收看《噶玛巴语录》。我也有过心中非常痛苦、非常忧苦的时候，甚至在那个时候，痛苦到都不想活在这世上了。虽说自己是一个修行者，但是自己也不具备遇到逆缘，既能马上修持对治的能力。但当我想生气的时候，或者感到痛苦烦恼的时候，一想起庄严的佛陀，嗔心自然就会消除，痛苦烦恼也就不见了。这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方法。希望在未来，代表着无分别、广大心量的佛法旗帜，回归佛陀本怀的佛陀事业，象征着和平祝福的盛大聚会，由圣地金刚座入野苑，飘扬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我们所有噶举弟子，应该将噶举派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去关怀，弘扬佛陀教法，需要的就是不断精进。在执着万事万物是恒常的无明轮回中，我们一直陷于我的、你的的纷争里。到了判定善恶的牢狱时，自作的一切肯定会成熟到自己身上。因此，一切如母有情啊，因果的分别不要颠倒。首先，让不安定的心安定；中间，让安定的心稳固；最后，让稳固的心发挥功用。这样的口诀是最要紧的。佛经中提到，不是为自己而杀，也不是为自己叫他杀，也不闻及未见或者无怀疑为自己而杀，这
这三种肉是毗奈耶经里开许可以吃的肉，但以大圣的角度而言，连毗奈耶经中所开许的三净肉都不许吃。无论是菩萨道的初学者或一切诸菩萨，时时刻刻都不许吃肉。知识若为道德沦丧之徒所滥用，其结果可能是有害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先打好基础，成为一个善良、自律且快乐的人。唯有先立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才能再进一步学问的钻研。很多人都希求即身成佛，希望能马上修持某种法门，即欲一身成佛。但是不是只要让你受持某种法门就可以即身成佛，这可不一定。你需要有特别的发心，要有大圣的发心，即愿所有众生成佛的这种发心，才能快速证得轮涅不二的佛果。因为有这样发心的恩德，才能相应证悟如此的果。如果你要一生成佛，就需要升起一种不共的发心。发大圣心的人于日常中该怎样说话？经典中曾开示，若是宣说某菩萨之过失，此人距菩提已非常遥远了。若是因为嫉妒的缘故而说，那距菩提就更为遥远了。基于上述各种原因，发了大圣心的人应该要保有清净的意乐来说话，并努力去做到下面两点：一、少言语；二、避免说尖锐的话语。佛法就是生活，佛法教导我们如何驾驭平凡身躯里的心。我们不需要刻意改变外在的形式或服装，而应该改变内心。
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地去修行，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改变，会有一点佛法的功力。每一天思维一次，总有一天你会感受到佛法的味道，充满法喜。不断地去培养自己的善心，用心地去对待别人。虽然不是在真正的实修，但也会有修行的效果。奉献自己的身口意给上师，就是授权给上师，让他有权力整治带领你的身口意。总而言之，不肯放下自我，却说奉献身口意是没有用的。世间法上可能可以说一套做一套，但是修持佛法不行。如此授权给上师，全然接受上师的指导与口诀之后，才有可能消除烦恼与迷惑。业力有身与意业三种，由心展现不同的相，因此身与意要常保持和善，你就会有个美好的相。观音菩萨总是微笑看着众生，因为他身与意都是和善的。当你的身与意都和善了，你的身形外相也会变好。接着法王开完说，我担心我总是不笑，接着不知道相貌会怎样，还好我有颗善心。只是得到长寿佛灌顶，就可以得到长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长寿所需要的条件，是取决于自己是否能对其他的众生升起一种真爱之心，并且尽量减少去伤害其他众生的行为，如此才能让自己获得长寿的果报。除此之外，若只是得到长寿灌顶就能够得到加持而获得长寿的话，这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。即使我遇到一些困境，但只要我活着，就是要利益众生。我要让大家知道，
有这么一个人，一直带着善愿想利益大家。我在，一直都在，跟着大家在一起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种轻松安心的感觉。菩萨悲心趁愿再来，就是为了利益有情，感恩众生，愿其皆得解脱大乐。三宝可分内外三宝，外三宝是皈依的外因，佛自己出离轮回，也能引导我们出离轮回的真实皈依处。法，佛陀为让众生出离轮回所开示的修持法宝。僧，修持出离之法的佛弟子。内三宝是皈依的内因，一，对佛宝升起真实的信心；二，对法宝正确了知并实修；三，修持时能依止生宝或善知识。我们既然作为修行人，就要尽量减少世间的贪嗔，要心系于那些符合真理的正义与慈悲心。成佛的意思就是醒来，快从无明烦恼中觉醒。我们不可以再昏睡了，我们要忆持佛陀是如何觉醒的传记，要提起勇气，才不会浪费此生。要随时记得，只要将心转向善，转向成佛，你就是给自己的心一个改变的机会，大家要好好把握。所谓精进，就是对一切善法的修持，都要能够升起欢喜心。唯有向内开展善的本质，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
我们常常都说要放心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但是没有人真的会放心，大家的执着依旧非常坚固。心是一体，却有两面，向内就是出离心，向外就是大悲心。我们不断地以四无量心来虔诚发愿，虽然所有的众生也许无法马上得乐离苦，但是这样发愿的目的是在练习培养我们的发心，重点是在让自己能时时想着利益众生，令其离苦得乐，不断地练习这样的祈愿与发心，当自己一有机会时，即能马上帮助他人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。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大悲观音道场学佛行仪课程，恭请广护法师主讲。正确的烟供观，即传授噶举系统简单烟供仪轨，恭请滇金多杰喇嘛主讲。日期4月26日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，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，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，共8堂课，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，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。因缘难得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上午6点，穿着洁净白衣的居士们排起长长的人龙。犹如一串白色的花蔓，在晨光中绽放芬芳。
人人手持鲜花、袈裟、灯明、敬香、饮食、水果、净水，恭敬地置于头顶，缓缓走向寺院内的大塔。当地居民夹道在旁，以手轻触供佛物品，并说着巴利文中的善哉善哉，欢欣随喜。此时微雨洒落，如落花纷飞，犹如诸天欢喜为坛场洒净，加持大众。佛陀住世时，护持者供养佛陀及诸弟子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等日常必需之物，称为四时供养。佛灭度后，佛教徒通常采用造佛像、供养饮食、香花、祭月及诸种庄严事物等形式，来表达对诸佛菩萨的恭敬之心。条件具足的时候，应多做供养；条件不具足时，见他人供养，应深深的随喜赞叹，这样也能得到与供养者同等的功德。Namami Buddham Gunasaram Nam Satta Satta Untu Siyaya Tayo Shikuntro Satero Sunanto Satyam Sisamse Maranam Thank you.